妹妹，等一下包好哦，不然你带着病菌一直往你脸上带，有吗？他一直有病毒往你脸上冲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把这包好。Thank you.
蹦。对啊，但是我还是能遇到你啊。这边就是差不多啦，对，就是要这样慢慢等。所以以前每次回蔚山都是这么慢。那时候在蔚山啊，啊，我自己在等，然后这个灯变了，可是事实上还是很灯，靠北我可能。有啊，前年他不是一直在问继母，我会不会被人家开红灯来一直讲？我看他骑车去执法，我很靠边的，会不会被看见？我看红点的，不是他刚才无去。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有被骑的已经到被民众检举一张，我就说千万不要骑，被抓到，不然就要申诫。都有，都有啊，这边传方便。你们都有，上下的走路十分钟就到了。